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日我让人高攀不起。世事难料，谁也不知道命运接下来将会眷顾谁。39岁的王心凌就将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从参加浪姐3不被重视到现象级翻红，她的一夜爆红成了多少人的意料之外。5月27日，浪姐3第二期正片如约上线，备受期待的首轮强势来袭。这也意味着30位姐姐长达3个多月的乘风破浪之旅正式开始了。被姐姐们投票选出来的6位队长，于文文、刘念、赵梦、谭维维、吴莫愁以及阿雅，在宁静和那英的指导下开启了巧人大战。姐姐们比智商、情商、挺口才，看点十足。虽然第一轮公演分组规则复杂，姐姐们为了争取自己想要的组员使出浑身解数，导致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但这却丝毫不影响节目组捧人之心。与上期节目一样，宁静和那英的存在感拉满，张天爱、于文文、郑秀妍是后期剪辑重点照顾的对象。而在一众姐姐中，镜头数量变化最大的当属翻红成功的王心凌，不仅获得了很多推动剧情发展的台前镜头，还独揽了6个后台镜头，镜头数相比第一期可谓是直线飙升。显然节目组很会审时度势，知道观众想看王心凌的镜头，所以赶工给她加了很多镜头。值得注意的是，王心凌在整个组队训练等环节其实并没有多少镜头，大量的镜头都集中在后台上。从投送小红花环节、选队长环节、宿舍吃饭环节、训练环节，以及再到宿舍聊天环节，节目组一共给了王心凌6个后台视频，远超郑秀妍、于文文等姐姐。不得不说，与其冒着打乱整期节奏在中间强行加入王心凌的镜头，增加后台绝对是最简单且立竿见影的做法。节目组在其翻红后迅速调整剪辑思路，简直不要太现实。而除了节目组，其他姐姐对王心凌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呢？宁静在挑选小队长失利后，连夜找来了阿雅、于文文以及赵梦开会，将巧人的经验传授给了他们。其中郑秀妍是宁静重点争夺对象，前后不少于 Q 了她3次，以至于在阿雅等人去了演播厅后，瞬间就将大半关注度集中到了郑秀妍身上。王心凌主动打招呼直接遭到了敷衍。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宁静带着阿雅、于文文等人比那英等人先到达演播厅，试图提前与姐姐们达成组队约定。王心凌是一众姐姐中唯一一个站起来迎接并且给阿雅等人拥抱打招呼的人，但阿雅心思并没有在王心凌身上，仅敷衍地拥抱了王心凌一下，甚至一个眼神都没给，而是直直望向了其他姐姐。显然从宁静到阿雅，一开始并没有很重视王心凌，而是更想要与郑秀妍、张天爱等人组队。除此之外，阿雅、谭维维、刘念等人在说服姐姐加入自己的队伍时，许茹芸、张强、唐诗逸、朱静杰成了香嬷嬷，早早被人选走，王心凌无人问津，攀谈镜头都没有一个。最后不管是在娱乐圈还是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永远存在看人下菜碟的人，地位决定待遇也普遍存在。虽然比较残酷，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想要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重，我们就得多多努力呀。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记得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